我现在癌细胞哈 ，A 加 B 加 C 加 D 加 E 就是癌细胞。我后一下就吃进去哦，啊 B C D 无去啊，剩下 A， 构不构成癌细胞？不构成。但是我会的，我是他所有学生唯一怎样加功课，五十年前我就怎样，那个他叫我第一个功课，阴茎画出来，阴毛画出来，睾丸画出来。还写这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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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说不会画的用黑墨水用拓印的，男女合班，嚯、哦、女生就请他爸妈来嚯、哦、学校嚯、哦，一刚来上七节课，那七班的家长都怎样跑到学校里面，大发雷霆，然后我老师就把校长室长放开，跟校长吵架，我以后让你给他洗好了，我滚，你跟我是签的是合约，校长没办法，也不能跟他解雇。就上课说，各位同学，从今天开始你们上课哦，看英文、看打助算、写什么、看故事书都可以，就是不要听他的课就好了。你们课就100分。啊，我讲的作业，我校长叫我到公室，你神经了、啊？你怎么画、嗯？老师给我写，我是乖乖牌啊。问郝队长700分单了，但是一单下去我结五了，我认为我应该跟他写，所以我每个礼拜两礼拜天就怎么样？好老师叫你们去写。第一个是怕我爸爸，因为我出生心念就流了，大家套耍流啊，到高中还是套耍流啊，啊，弄来问爸爸妈，问爸爸干嘛爬？啊，为了叫我爸爸爬，我讲老师
我就算二段呢，我帮他计算成绩啊。但是我学到这样，我今天教了很多很多年，变得很干很健康。怎么样高潮？我们很多年做出来就这样，这末世我想手都这样。当你手这样的时候，物理就出来了，你的乳酸就怎么样？产生了，所以很多女孩子做完爱以后怎样？腰酸怎样？背痛，能杀肝。哎，奇怪，我的学生都上门出来说，享受的不得了，快乐的不得了。为什么学生很多人知道吗？我在南部有一个学生，周小姐，那是我非常非常厉害的学生。他是一个校，一个月赚十几万。他爸爸算是就贵，大家都。因为就卖过的派货，那你的女儿为了怕爸爸打打妈妈，每天下午欠钱都没回家，他赚钱在外面买房子给弟弟给妹妹，他们成家立业，叫他们儿女不要弟弟妹妹不要回来帮爸爸打妈妈，他一个人受受，背背都是怎样，背背就常常逛逛玩玩，那个擦都是伤口，红红好起身子，只光这么大，23天就崩崩。从台大到龙门城，而且经理说开刀说开刀一定是一个月一次，来找我要不要去检查他？好了，我家可以跳操场三次。怎么高潮场？高潮开关在哪里？来看这里，跟我说，高潮开关在脖子。高潮开关在脖子。所以你在躺着，哦，你在躺着也好，坐着也好，你在摸的时候。脖子一下怎么样？转动。然后换我说，然后声音伸出来。不是，那右手要用力吗？自己去摸，再去摸，脖子去转动。因为当你脖子一放松，你自然就会高潮。开关在脖子里面，记得来跟我说，为什么会叫你们去摸阴部、长肛？男生60岁少做爱了，女生哦60岁、70、80岁尽量做了，天天做都没有关系的。男生说少做爱，少做的女生做。哈哈哈哈哈！没有男生多做，没有男生少做，少了男生女生怎么做？自己做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因为我是之一啊。所以我会颠覆很多的传统的观念哈，我所谓质疑是要女生自己做，不是靠别人做哈。为什么？它不是它跟性没有关联啊，它叫健康的钥匙。为什么？我现在讲完你就知道为什么。我们血液循环是1分钟一次，当你老了，当你不动了，当你情绪低落了，你的血液是2分钟、3分钟循环一次。当你去摸你的阴蒂、阴核或是抠阴道进去的时候，你的血液循环是10秒到15秒是循环一次。我目的在于循环。来跟我说，放松高潮，放松高潮，血液往上冲，血液往上冲，经过肝脏，经过肝脏，杀菌排毒，杀菌排毒。因为血液经过肝脏的时候，坏细胞会被杀死，会。我要利用身体自然机制去把坏细胞杀死，杀死后那个尸体要送到哪里去？还跟我说，尸体送到脾脏，尸体送到脾脏，分解代谢，分解代谢，脏的血到肾脏，脏的血到肾脏，过滤，过滤到膀胱，到膀胱排掉，排掉，干净血液到左心房到肺部，干净血液到左心房到肺部，到右心房，到右心房，输送到五脏六腑。输送到五脏六腑，到皮肤，到皮肤，皮肤细腻，皮肤细腻，到眼睛，到眼睛，眼睛明亮，眼睛明亮，到脑部，到脑部，细胞活化，细胞活化，永远不老人痴呆症，永远不老人痴呆症，请问好不好？好。告诉你，好的，你还没听到，后面才是好。来跟我说，放松高潮。放松高潮，产生六个东西，产生六个东西。我讲完以后，我看你回去自己摸不摸？我告诉你，你自己都可以去摸。来跟我说，第一个，第一个，女性荷尔蒙，女性荷尔蒙。第二个，第二个，
钙离子。钙离子。第三，脑内啡。脑内啡。第四，氢。氢。氢气的氢。氢气。第四，五个。青春荷尔蒙。青春荷尔蒙。第六个，干细胞。干细胞。好多解释。第一个，女性荷尔蒙会产生。你知道女性荷尔蒙是什么东西？我先告诉你啊，台大王伟光博士，他写一本书《七年月刊》里面写，他说，全世界最好的消炎剂是在女人的身上，它叫女性荷尔蒙。女人只要是懂得分泌女性荷尔蒙，它比阿司匹林消炎力道还要强。谁可以制造？自己。第二个，钙离子，钙离子是全世界最好的毒素的中和剂。你在放松高潮的时候，它会完全释放出来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三个，脑内啡，快乐荷尔蒙，超级抗氧化，让你癌细胞不容易滋生。第四个，氢，跟 O2 结合变水，把毒素排掉。第五个，青春荷尔蒙，你摸完了以后，我都叫学生，当你摸完很舒服的时候，你拿镜子看看，哎呦，那哪是？哎呦，密度哪是呢？昂给昂给，因为血液往上冲了，会活化细胞。最重要，最后一样，干细胞。干细胞会把你老化的细胞怎样代替掉？请问，你叫？